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秦大的简主没发现过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专家口中第一次看到的秦简，就是1975年湖北省睡虎地出土的36000多枚秦代竹简。后来专家研究发现，它上面20多万字内容清晰记载着秦朝刚刚建立直到公元前208年这期间的秦国律法。当时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因为秦简上的文字真实还原了历史上秦始皇的形象。原来他是一位贤明并且体恤百姓的皇帝。根据秦简记载，如果军队失期3到5日，岁大意就是军队在行军打仗途中如果没有按原计划到达目的地，当官的口头简单的批评就够了，如果因为下大雨耽误了军期，甚至可以免除处罚。而这恰好和司马迁的史记当中记载的延误军期了就要被杀头的记载相违背。如此人性化的秦法规定，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不为人知的一面。在这些秦简中，像这样人性化的律法还有很多，比如每年的2月份不允许进山砍树，不允许捕杀幼鸟。